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丽。平常我是一位优雅舞蹈老师，所以呢，我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物。所以呢，现在想来挑战看看气质迷人路线，究竟我能不能成为气质美咖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用素颜刷个目的妆。有一个水水嫩嫩的，不会黏腻的感觉。我觉得非常的香喷喷盘公公。现在用遮瑕膏来遮我的痘痘。现在来画最重要的眉毛。其实眉笔很柔软，不像外面的硬笔。眉毛终于画好了，尺寸真的不可以没有眉毛。哇！好，现在要来上眼影。看我最近能不能打造气质名媛风呢？首先先用个玫瑰金。眼影完成，眼睛是不是又更有神了呢？我今天就是要画咖啡色的眼线，打造出气质温柔的感觉。它看起来像护唇膏，可是又很水润。还差一步。就差一步了，我即将就可以变为气质美女。到底是什么呢？当女神花，女神，女神，女神，气质，气质，气质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。我现在就是气质美女了。啊，没有了。我今天最喜欢的两样产品就是眉笔，还有眼影盘。因为啊，这支眉笔啊，它的笔芯很软又好上色，而且听说啊，它非常的持久。我来试试看，是不是会掉色？哎，有掉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真的没有掉哎！你看，又掉色。再来呢是眼影盘，因为其实啊，平常我不太会去上眼妆、眼影的部分，那我觉得这个眼影盘的颜色都刚好，很适合我。对，这样。我爱上他了，以后我觉得就靠他了。美咖挑战成功，下一个美咖就是你。Yo.